你好，台长。啊，台长你好，台长就是想问你一下，我念下去的小房子不知道都收到了没有？今天不看图腾的。嗯，我就是想让你感应一下，嗯。今天不感应的，好好的念了。你自己有没有做梦了？你现在念给小房子念给谁了？我写给我自己名字的药经者。那你自己感觉好不好啦？收到没收到啦？我自己感觉不到什么。你感觉不到什么？你最近有噩梦吗？我平时也没有什么噩梦。啊，那你觉得心情好不好啦？嗯，都看不出什么了。那你都还和那你这个人太没有感觉了。就是我身体。哦，就是我身体以前不是有些怕冷，反正现在还是有点冷，就是背部背部冷，还有四肢冷，还有是脚心发热，脚心是热。那不要讲了。你平时小房子不是收到没收到，是小房子不够，一定收到，房子小房子念的数量太少了，不够。啊，嗯，台长，你感应到我小房子名字什么的对吧？已经收到了吧？小房子一定收到了，好了，嗯。啊，那我就放心了。你要是感觉到有效果了，我就那我就继续烧。我就是再烧多少张小房子？小房子其实要靠你自己感应的，不是靠台长来感应的，听得懂吗？如果你念下去的小房子自己没有感应，那说明你质量不好或者数量不够，明白吗？台长，你感觉我念的效果怎么样？哎呀，还可以的。好了，你不开智慧，我看你平时除了念小房子，还多念点心经吧。台长，我想问你一下。我就是房子里不是有药精者了，有声音了，我有时候念经念不在心上，我该怎么办？我一直给房子药精者念着小房子了。哎，不在念在心上嘛也没关系的呀，没有念在心上，那么就是说也在念的话就质量差一点，质量差一点嘛数量多一点，只能这样，明白了吗？好了。